我们在一起呢，又有什么样的题目呢？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目是国字填，你看。好，紧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这次呢会发给每个人一个纸板，来，每个人都要考哦。蹂躏，它到底是怎么写的？好不好？在这个部分里面，可以让观众朋友知道说，其实我们里面谁他可能中文程度比较好的，对。待会抽签的时候，如果抽到他，胜算就比较大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蹂躏，请作答。五秒钟，五秒钟，四秒，来不及写完啦。这怎么写啊？三秒，两秒钟。哎，很像哦。时间到。好，各位，请把你们写出来的答案面对电视机前面。丢脸了，丢脸了，丢脸！我看不如这样好了啦，我先处理这个比较面积比较大的，好不好？蹂躏，哎，你要蹂躏他，你就要命令他嘛，对不对？蹂躏这个令啊，命令的令，好，命令的令，讲的煞有其事。郭士伦，这个字，我记得蹂躏的躏也是有足，那可是后面旁边忘记写，所以有边念边嘛，没边念中间，无耻，瞎抽，来，我刚跟他也是一样，因为我记得也是有一个足，然后后来始终想奇怪，这好像不是这个躏，想好吧，那就还是这个躏好了，好，哦哟。王子若，我印象中的形状是这样，应该是同一个部首，然后旁边是蔺相如的蔺，对，解释得很好。旁边那个抄人家的，你是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？你也是自己想象，也会记得，好像记得这个字。到底蹂躏的躏是哪个躏呢？正解就在这里了。哎，你都没有发现我什么没问你啊？对啊，我因为有问没问都是一样。蹂躏，你刚刚那个会。蹂躏，正解在这里。在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王子若跟我们的彤彤是答对的，都是王哎，都是王，我也姓王哎，你是想要抢得分就对了，这样子承认是不算分的，好不好？请不要白费力气。好，蹂躏，请问一下，大家已经知道他是怎么写的，但是要怎么运用，谁知道？请你不要在节目上一直蹂躏我。也算是一种哦，有点勉强，但你是答对的，答对的，当然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蹂躏大家不要把它想的是不好的哈，欺负同学，其实它是一个形容词，可以运用在很多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的国字填填看到底谁会猜中鬼牌，我们马上就来抽牌啦。好，哎呦，牌洗牌，哎呦哎呦，啊，好像很利落哦，好来了。请抽牌。哎，等一下，鬼牌是长怎样？阿庞的脸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不是啊，有吓我一跳。你看，每个印象都觉得你是鬼牌呢。你看，让我伤心的不是我的脸是鬼牌，让我伤心的是你竟然毫不思索就相信。他马上听了，真的。鬼牌只有一个啦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请出示你们的牌。好，鬼牌。哇，这是阿庞的脸吗？哦哟，是你啦。原来完了完了，就是郭士伦啦。好，郭士伦，请进行国字填填看。郭士伦要挑战的就是国字填填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国字填看，它的题目是什么？凿富贵，朱雀，恻隐之心，完了，攫取，攫取，攫取，一窍不通。哎呦，各位，你刚才郭士伦猜题的那种尝试，你们觉得他在国字填填看一分钟以内，他是否能够过关？太让人失望了，他。请选择。我觉得他是会过关的，有选过就可以了。挺兄弟，喂，选过算打了，停了，停你啦！你要停我，停！告诉你，我大概只有一个不太会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文艺青年来真的，我相信是伦哥啦，但是他根本。
么久了，对不对？他可能这四个，他可能会写一两个，但不可能全部写完。对，这里面有几个字比较难一点的。国字甜甜看，郭思伦计时一分钟开始。哦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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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吗？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思伦哥。因为你娶老婆，给你三秒，只有三秒的啊！最后笔画多一点，笔画多一点，笔画多一点，复杂一点，要多复杂啊！刚才我这边都还是下面有一点，差一点点呢。凿壁借光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个夜。自信满满的郭士伦能否在最后关头反败为胜，写出？要多复杂啊！刚才我前面都还是下面也没点，差一点点呢。凿壁借光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个夜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差不多。哦哦哦，对了，快到了，这样子吧。哎呦，不对，凿是这个凿，对，确定了。然后卷应该是。卷写清楚一点，怎么感觉好像这个笔画要写清楚哈？对啊，不然你现在国高中的老师看着会哭啊。感觉在造字的哦。那是日文吧？想想你老婆。是日文。有那么想老婆干嘛？想想你老婆。我想我老婆干嘛？现在。所以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好，我确定了，我确定了，我确定了。怎么可能？有理由应该是。理由应该是个拳。志伦哥，不会啦！好，郭士伦呢已经把所有的答案都填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穿着不会正解是什么？应该不会错吧？哎，啊，错！好，这个地方你刚才的差一点，对，差一点，真的，少一个旧嘛，对，旧时的旧，好难哦，对，真的。啊，好，猪犬，猪圈，你怎么会写猪犬啊？怎么会？这是中国古拳法吧？哪一门功夫啊？少林寺。猪圈正确解答。你看啊，简单的一个圈，圈的圈，画圈圈的圈，破一字而已。其实你刚才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有点找回来记忆了，对，有点忘记它下面到底是怎么样。但是因为你被少林寺所蛊惑，所以写了一个少林古拳法的字。错，哎呀，好，恻隐之心，正解是什么？好，好，这是答对的。截取，这个太简单了啦，这个太简单了啦。如果他还是写错，好，写对啊，好，写对，对，答对，一窍不通。一，我写错，我亲，不结婚，再等一下，他一结婚，你亲我一下，对，我不喜欢你这种啊，你不是他的菜，你还给我挑菜，不能挑啊，还挑类型，一窍不通，正解是什么？哎，哦，恭喜你，答对。分钟内五题答对三题算是不错的了，好不好？可是在这边呢，本人宣布郭士伦没有过关。有，所以呢，艾辰跟彤彤还有我们的郭士伦请出列，站在这个红点。到底在干嘛？我们请依序鬼脸二连拍。阿贝做鬼脸之前，我下面有一个冰咖林波控了。欸，老婆，对不起哦，以后小孩的那个中文啊，就交给你来教了哈。好，鬼脸二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
难哦。好头鬼脸二连拍，第一丑到爆哦，拍。二拍，爱成鬼脸二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告白了，鬼脸告白了，哇，鬼脸好像纳豆。好了，所有人到前面来，回到刚才原来的位置，各位各位。紧接着第二题的题目是反弹进球王，反弹进球王到底要怎么样子的玩呢？艾辰，请您示范。好，加油！哦，这就是失败了，失败。一分钟要接球，这就是正确的动作。我们一分钟要进六颗球。哎，来一点点，是哪一点示范呢？哦，哇！只要找你出来示范，是真的是错误的示范。哎呀，真的很难哎，有难度的，对不对？有难度啊，其实是有难度。我们刚才看的时候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很简单。好，反弹进球王，我们请把我们的牌子推进来。Hello， 要抽鬼牌啊！这个牌是我的。哎呀，阿庞又要洗牌了，请抽牌来。阿胖，大家请出示你的牌。阿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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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手脚并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湘婷，一分钟之内是否可以进六颗呢？你们觉得会不会过关？请选择。以我对湘婷的了解，哈，哎呦，相信我好不好？哎，你不相信我？好了吧，我相信，我觉得他手蛮巧的。哦，对，他是有强项的，他是有强项。对对，其实他是肌肉哎，有肌肉哎，是很强悍的一个女生。湘婷挑战一分钟六颗，开始。一定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不会过，不会过。哎，太用力，太用力了，要弹出来，太用力，继续弹出来。这样就超幸福。做得好，做得好，行。耶！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！还有要多久啊？很难呢。哎，两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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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不要掉出来。太用力了，太大力，太用力了，太大力，太大了。加油！快点，快点，时间不够，快点啊，湘婷，还打到自己的头，要加油啊，湘婷。哎，四颗，加油，四颗，四颗。六，快点。差了两颗的标准，做也很厉害，好不好？道远、郭士伦以及我们的艾辰，还有我们的湘婷，是有没有？哎，觉得会过关？那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会过关吗？我会啊，我可以过关。好啊，好啊，来，你觉得你可以过关？可以过关，我行，我也行。那如果没过关怎么办？好，那打赌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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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可以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说你行啊？我行，打赌。打赌，好来，哎呦，赌什么？好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好了，你们里面只能派一个出来打赌。你如果能够过关，那个人可以不用特别任务。哦，啊，如果你们过关，那个人过关有没有？我鬼脸二连拍啦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来啊，你们下面出来。哦，你来，我来，这位很屌，我来。好，道远现在已经穿好了哈。是你来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挺你。一分钟哦，六颗哦。我真的过了，你要不要再加赌？我们都给你香吻。我做阿你公婆，你可不可以跟他加赌呀？如果我过了，你就叫我阿公。我叫你，三级阿公，三叫你阿公。嗯。我哦，你那是花头一分钟六颗，那你那贵公，我叫你阿公啦。嘿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那花头贵官嘞，你叫阿爸哦。啊，你直接写
在做阿伯呀、啊。哎呀，好啊，我们看你变阿伯啊。你那边生生阿大呀、啊？好啦，真的。就叫阿爸吧，好，好啊，来，你有好办法处理嘞，我来讲，林导演计时一分钟，来，来，来，加油，好，我们就接下去啊，拜拜，举起精神，导演，啊，再拜拜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对，有了，才子，才子，好，好，到底是谁要做阿公，还是谁要做阿爸？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，身体往前，很好，两个了，很好。不要怀疑你自己，台上四哥，开心开心，你头抬再往下，要低一点，你可以，导演，我们精神一直都与你同在，对，导演，你到底要去多远？导演，干巴呗，导演，我们相信你啊，导演，导演，哎，阿庞和导演这场赌上难，要低一点，你可以，导演，我们精神一直都与你。非常不错，导演，三颗，三颗，三颗，没有差别，加油，加油！啊，不会进，不会进，加油，导演，加油！你真的是可以，哦，导演，加油，真的可以，导演，导演啊，导演，加油，挺住啊，导演，挺住！哎呀，有没有六颗？没有，阿力被救下。阿爸，用牙叫，路搞，哎叫，你自己在播呀？是我改编叫的吗？来，你话发个大声，阿爸，乖，好，林导演没有过关，你这边你自己还要再加一个鬼脸二连拍，怎么讲？对啊，搭伙一下，再搭伙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一下。在你比赛的同时，你的朋友全部都被制服了。对啊，为什么那么快就跑过去了？我们的精神一直都与你同在。对，喂，好了，好。那我们的导演艾辰、郭志伟还有三名邀请特别的任务：抓龙特工队。哎呀，抓龙特工队，输家要帮赢家按摩，直到满意为止，好不好？抓龙特工队开始。哎呦，大小姐，哪里不妥？我们要服务的吗？肩膀啊。好，王子洛小姐，可以吗？舒服吗？很舒服，很舒服。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你觉得他按的怎么样？好了，这两个我都要了。这两个我都要了。不好意思哦，你要跟我老婆讲一下哦。你是来选什么啦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这边说两个，我都要，这边的鬼吼鬼叫是什么？啊？哇！又痛又舒服。舒服吗？痛又舒服，舒服吗？舒服。好，哦，舒服就好。在最后呢，导演还有一个鬼脸二连拍，鬼脸二连拍第一拍，第二拍。好，哇，好，紧接着下来，国字是多少？国字值多少？中国文字博大精深。在这个单元里面呢，我们要出一个部首，是。然后呢，来看这个部首里面有多少的字。哎，马上来抽鬼牌了。哎呦，这感觉比较简单。我要阿庞，我要阿庞，给我阿庞庞，我要阿庞，我要阿庞。我也拿。请抽牌。我要阿庞啊！我希望是郭志伦抽。请出示你们手上的牌。好。国字值多少？王子洛要来挑战啦！对，有点紧张哎。不要紧张，刚才呢第一个单元写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要考的是手字旁。手字旁。手字旁很多，而且呢其实蛮简单的哦。王子洛可不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写出十个单字呢？你们觉得他可不可以过关？请选择。可以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我觉得他有可能可以啊，手字旁。不给我面子，手字旁不容易耶，很多，真的假的？
刚刚那个蹂躏的令，我们都是他第一个写出来，只有他写出来，他跟还有我跟彤彤都有写出来，我们就让他选，这样才有人可以处罚。对，好，手字旁，好，有没有信心？要。好，黄子若计时一分钟，子若加油，可以的，子若慢来，哎呦。哎呦，厉害哦！还有那个捏，捏是这样写吧？加油！捏没错，三个喽。表扬的抓，等下抓是这样。对，哎啊啊啊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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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抓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很多。抬，抬，抬。哎呦，还有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题还没写，哎呀，很好，还有什么？等一下，很多啊，还有拉，还有拉，还有什么？等一下，怎么那么排？排什么？六，加油！排四，排三，二，一，再给我，最后五秒钟，还有五秒，哎呦，什么？哎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子若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！耶！我终于想起来了。时间到，一分钟之内写出这么多的字，大家来从第一个字来看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爱。叮咚。第二个字是什么？柔。第三个字是捏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抬。抬轿子的抬。抬起来。摆东西的摆，提袋子的提，拉环的拉，扣起来的扣，讲啊讲啊，把什么？把马子的把。恭喜黄子若过关。你怎么那么不合群？哎呀！你真的是不太幸运哈。那现在处罚怎么样？你一个人要五连拍了。五连？哪有那么多啊？五连拍不重复哦。啊，鬼脸五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这还好。第三拍。那你帮我拿好来。来，第四拍，第五拍，好可怜，我妈妈看到会流眼泪啊！这个单元里面呢，玩了许多的小游戏啦。是的。其实我在发现一件事情呢，平常我们呢，常常呢，因为科技进步啊，都写一些 mail， 对不对？写短信惯了，就发现自己其实对国字的认知越来越少，太难写了，很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写字，把我们的国字呢给唤醒回来，好不好？